胸部按摩一下啊，胸部按摩一下。你来，你来，你点，你来。嗯，我12:30吧，12:30回来。哎，还是12:40，忘记了。啊，那个，嗯，淑娟给我那个一罐那个很好吃的三多什么东西的，一罐的，我就给他灌。那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有给他灌水，因为他回来的时候我看他哎怎么没有尿。都有湿了是不是？有啊。哦，那就是我回来的时候啊，就是看到前面有一点那个漏便嘛，一点点啊，就是你刚刚看到一点点这样，啊，但是是干的，这样。我就想说啊，等一下子再来弄。后来我就给他喝了水，啊，喝了100cc 水，那250。为了他就那个 L 还没吃啊，有吃药吗？这个是中午的药吗？吃啊。我不知道要灌。中午了。哦，那等一下灌。现在灌。现在灌。好，那麻烦你。你给他刚喝水呀、啊？还没有啊。还没有喝水，现在要吃药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妈妈？啊，你那个拿给他，那个给他去喝。那个我想要请那个阿欢帮我打一下。嗯。嗯。他不知道有没有空帮我打一下，先吃药好了。现在我那个可以打这个给他，这样。哦，这样是不是？可以一起吃吗？可以是不是？拿起来，很好，哈、哦，这下面有很多淋巴哦，哈、哦，是不是有淋巴？下面有没有淋巴？哦，帮你按摩这下面淋巴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手要举高高，好不好？这样才按摩得到下面淋巴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嗯，淋巴的地方要按摩一下。来，手举高啊、哦！来，啊、哦，手举高才能看到淋巴哦，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嗯，来，手给我，手给我妈妈，手给我啊、哦，手给我，手给我啊、哦，好，很好，哦，哈、哦，很棒，啊、哦。很棒、yeah, 你看这下面都是淋巴对不对，很多人得乳癌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他手没有举高高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块肉没有流通啊，哦，这里血液没有流通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这边常常有给他按摩血液流通，对啊，你手放在头上好了啊，手放在头上好不好？对，很好。嗯，对，手放高高啊，手放在头上，对，很好，手放在头上很好啊，这样我才能按摩到这个下面呢、啊、对不对？很好，你看他手可以举这么高，还要喂了是不是？来，我们来喂，好不好？
要请你帮我把它拉高一点。